生命记第二十四章。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，当奴才待他，或是卖了他，那拐带人的就必自死，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，你们要谨慎，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，我怎样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怎样遵行。当纪念出埃及后，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，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，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，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困苦穷乏的故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供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供价上，恐怕他因你叩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作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